因嘉市大运为了提升对外籍旅客服务品质，新北市交通局便用稳降西下路计程车驾驶常用英语指南，希望增加计程车驾驶外文能力。为了增加计程车驾驶的外语能力，交通局便用计程车驾驶常用英语指南，方便稳降朋友还是英文做好国民外交。那我们从101年开始，我们每年都有举办相关的外语课程，让这些问讲朋友他都可以学习一些外语，包括英文跟日文。那举办这么多年来大概有400多名的驾驶朋友来参加。那今年特别就是说，因为四大运即将到来，我们希望我们的问讲朋友可以当作四大运一个友善的一个大使，所以说我们今年交通局就特别编制了一本所谓的迎接四大运问讲 say hello 的这样的一个英文的教材。迎接四大运，主内面特别经历50句一定爱会晓的短句，以及四大运使用资讯。问讲朋友透过教材，会使增进甲外国朋友来讲话。特别编了很多四大运的里面一些相关的运动项目，或者是一些场馆，好的一些英文的一些教导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基本上这个民众哦，国外的朋友跟司机之间的对话，我们也把它浓缩在里面。我们特别精选了50句，最这个精要的这些英语的对话，所以问讲朋友可以很快的从这个，你只要学会这个50句，其实就可以这个符合所有英语所相关的这些需求。请载我到台北小巨蛋。I need to go to Taipei Arena, please.这本计程车驾驶常用英语指南内面有 MP3， 阮将朋友会使随时利用开车以外有闲的时间来学习。有兴趣的新北阮将拢会使免费索取。那这个英语教材我们新北市交通局这是特别编了，大概有1000多份。那阮将朋友可以到所有我们新北市的这些计程车的服务区，或者是你所属的车队，甚至是警察、广播电台、交通大队，还是我们交通局都可以来索取。那除了纸本之外，那问讲朋友可以从我们新北市交通局的网站可以下载，我们所有的教材跟这个内容都可以提供这个网络来下载。纸本教材数量有限，问讲朋友会使多多利用行动增低学习。教材电子档以及发音的 MP3 档，会使到交通局的网站免费线上浏览以及下载，欢迎多加利用。记者本景凯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